家好，我是民主进步党立委候选人，登记第一号苏丽芬。要来邀请大家参加最后一里路点亮台湾的晚会，正月十一拜一下晡六点半，正月十一拜一下晡六点半，在婚姻馆后背拜国街夜市啊。蔡英文总统会来到咱家哦，会来到现场为婚姻加油，为台湾加油。苏丽芬敬请乡亲踊跃参加。